460马力的豪沃 TX 看外表变化不大 但是看内在 丰富了很多 460马力中期MC11升发动机 最大扭矩 2200牛米 1000至1400 宽广经济转速区间 这款发动机在豪沃 TX上算高配了 中期自主16档变速箱 铝制外壳重量更轻 带同步器 换挡平顺 一般中短途啊 用12档比较多 长途才用16档呢 所以啊 这个变速箱也是高配 中期自调臂双后桥速比3.08 前二后三少片黄悬架结构 能很好的降低自重 多拉快跑不忽悠 700升铝制油箱 走国道费油一点 按百公里40升算 因为1700多公里 都不用加油中短途来回的话加一次油就够了康迈轮端超长保养周期出勤率 更有保障，可调节鞍座，可灵活匹配不同尺寸的挂车，拉什么货都行。这些配置加上8吨左右的自重， 还有LDWS 和 FCWS， 说它是中短途拉煤神器，不过分吧？